好，熟了。哇，又做这么一大锅啊！天冷了，来半拉鱼，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，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哇，这么多！小两口先别吃了，快给我来100块钱海鲜。大姐，你要100块钱海鲜，你吃得完啊？100块钱不就那么几包海鲜吗？在咱们家一张用不了，咱们这边啊是海鲜的原产地。哎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好嘞。哎，大姐，这个啊是咱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毛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壳乌泥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包这样的蛏王肉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我给你100块钱，你给我这么多干什么？大姐啊，今天你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再给您送上两只黄金大澳鲍，满满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个酒，还给您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